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赛德克·巴莱大导演魏德圣，尖叫！继续要欢迎的就是我们的金钟影帝男配角马龙大哥 ，I'm sorry， 金马影帝，金马影帝了。今晚搁一个台北电影节新科影帝吴鹏凤，尖叫！接下来很帅很帅的金钟奖最佳导演马志祥。我跟你讲，没有这种组合啦，史上没有这种组合，都是最佳导演、最佳影帝，全部都太厉害，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四位影帝还有导演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赛德克·巴莱导演魏德圣，谢谢你们了，谢谢。耶、yeah! ！那简单，那么简单了。对啊，那呢？后面还有话，后面先把话留在后面就对了。好，来马龙大哥跟大家问好。大家好，大家好。好。非常感谢，感谢咱所有在观众朋友在贵宾，今日在这百忙的中间来参加赛德克·巴莱，今日的签名会嘛，吼、哦，哎，非常感谢，这个戏好看，一定哦，无辜负你的目睭，我跟你讲，一定爱看，比海角七号更好看。哦、谢谢各位，谢谢。来欢迎吴鹏凤。哎，大家好，我是吴鹏凤。可能大家较少看的话，除了在电影里面，这个《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我想应该会越来越热烈。然后你们，大家好啊，我是马志祥啊。我是 赛德克·巴莱 Demo Wallis，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那个赛德克的预告的那个大首播、也希望你们能够有喜欢，谢谢。耶、yeah, ，掌声鼓励一下。很感谢所有的朋友帮忙，从我们开拍一直到拍完，一直到现在一路追着我们的这些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帮忙。所以想说，给大家一个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们就选在这个西门町这个广场这边，让大家都，应该说很少见过面的这些人，然后一直在网络上里面关心的这些人，可以来这边一起看，一起看，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两分钟的东西，把我们的这个感谢也分享给大家，这样。掌声鼓励一下啦！对，这部戏啊，可以说是台湾能改完。霸你的大戏，对，他花掉七亿多呢，所以哦，我都是别人的钱啊，都是别人的钱啊，就来了。我讲你讲抖音卡这样走咯，足惊的，所以大家爱甲支持，因为支持这个赛德克·巴莱，支持国片，刚刚咧支持咱台湾同款，我台湾这个国片去国际中间啊，会当甲人比拼一下，对不？会当甲出一口气，希望国片多多捧场。谢谢各位。刚刚马大哥讲了，就是说，魏德圣他敢这么有勇气走这一条路，一定会有人，只要有人敢走，就有人敢听呐，敢听一下。丢啦，你也是讲台语好啊啦。哎，通了哦，然后那好的是被收听了对哦。好，那你有用你那个戏里面的角色的名字跟大家问候，对不对？是怎么讲？天幕瓦里斯哦。天幕瓦里斯。天幕瓦里斯，因为他这次这个角色听说非常的吃重，亦正亦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让我们期待一下吗？好，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好像天幕瓦里斯这个角色是比较是负面的哈，比较亲日的这样子。那在这次的赛德克·巴莱，其实导演用一个比较客观、比较特别的方法去重新诠释这样的一个铁木瓦利斯的这一个悲剧英雄，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那个是非对错其实是很难说明白的，只能说没照有没照的说法，但是没照有，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国家体制之下，一直有很多的悲剧人物、悲剧英雄都在这边，然后也不只是铁木瓦利斯，也不只是莫道鲁道，我们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值得去讲的一些角色，还有值得去看的一些演员，我们都很棒这样子。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赛德克·巴莱的电影海报也要第一次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揭幕，所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期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赛德克·巴莱上集太阳旗的海报，来掌声鼓励。左边看到的就是9月9号即将上映的赛德克·巴莱上集太阳旗的海报，接下来一起
起来看下集彩虹桥的正式版海报，掌声鼓励。对，因为一开始出现的第一张海报是就是原本的一张大脸，那个是我们原先没有设定要有一个那么大的东西这样，可是设计出来蛮好看的。对，可是我想说那第二张要什么呢？第二次出来要给大家看什么呢？那时候只有一个概念，想说我们能既然是上下集，能不能上下集的海报合起来是一张海报，拆开来是两张海报，合起来是一张海报。好，再来一次哦，9月9号一定要去看赛德克巴莱，预备起。所以比较实验性质的。